知道吗？对。哇塞，终极的旋风骑士 Vigro 啊，不是旋风骑士啊。哇，万象宙斯！哇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一直在那里转圈圈。他怎么刚裂开？哇，他很厉害。嗯。这次打得超级成功的。对啊，超级成功。哦、超级成功，然后开始皮皮抓了。哇，他赶快，他开始扭扭扭啦，不可以用手。哦，要看他撑到最后一刻。啊，成功了。那接下来换谁？换意义尽神，用最强的绝招。裂开了。为什么又裂开了？我没有了。没有裂开啊。嗯。啊。裂开。裂开了。完。裂开的神。裂开了要怎么修理呢？给你看看。哇，这个是末日邪神呢。嗯。末日邪神裂成三片。地狱三头拳，哇，这地狱三头拳，又很用力，一进场就很用力，在中间这里转转转，地狱三头拳是绿色的，哦，地狱三头拳，用最强的绝招，战斗吧，旋转吧，咻，战斗陀螺爆裂时代，冲啊！你怎么跟妈妈穿一样的衣服啊？哎，你们两个怎么穿一样红色的，然后都穿那个黑色的裤子啊？哎，你们两个是情人装哦？怎么没有跟我穿一样的？我等一下再来修理那个。